准备好尽情挥洒你的汗水，让我们开始吧。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动作是反向弓箭步加侧转体，左右两边算一组，一共做20组。这个动作需要注意的是伸腿跨步达到最大的范围，但记得不要膝超伸哦。这种步幅可以让腿部得到很好的拉伸，一定要保持挺直你的腰背哦。5 4 3 2，加油，最后一个，1，结束。我们下一个动作是左侧弓箭步，做10个。现在我们开始计数，1 2 3 4。6 7 8 9 10，我们开始做右侧的弓箭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记得膝盖一定不要外展。1 2 3 4 5 6 7，加油，8 9，最后一个，加油，10。接着我们来做跳跃触地，一组做20个。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记得保持背部挺直，不要弓腰驼背哦。10 9 8 7 6 5 4 3 2 1，完成。接着我们来重复之前的动作。在第一次做反向弓箭步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摇摆身体，不要担心，这时你要收紧你的核心，也就是记得收腹，保持核心稳定，这样就会好很多了。还有要注意保持你的膝盖处于脚踝的正上方，这样可以避免膝超伸哦。10 9 8 7 6 5 4 3 2，最后一个，1。为了我们的翘臀细腿，出点汗不算事儿。1 2 3 4 5 6 7 8，最后3个，加油，9 10。接着我们换另一边，准备开始，1 2 3 4 5 6 7 8
九、十。接着我们来做跳跃式触地了，大家加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加油！五、四、三、二、一，完成。我已经大汗淋漓了，你怎么样呢？为了我们的好身材，这点付出我觉得是值得的。大家利用这30秒的时间，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准备继续再战，加油！What's been on your mind? There's no reason we should hide. Tell me something I ain't heard before. 接着我们来做弹力带跨步，先做我们的左脚，这个要做60秒钟。把弹力带固定在脚踝的位置，身体背部挺直，两脚打开与肩同宽，膝盖和臀部微微弯曲，头部与胸部挺起，收紧我们的核心，防止身体乱晃。然后侧跨一步，在斜后方再跨步，之后呢再后跨步，然后回位，始终保持站立的脚脚尖向前，保持身体重心放低。马上进入倒数最后10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完成。好了，我们接着换另一边，一样以这样的方式去做。我们记得一定要完成的质量高，尽量绷紧我们的弹力带。弹力带的强度呢，根据自己的体力状况去选择。我现在用的这个呢是中等强度。加油，马上还有最后10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完成。好啦，接着我们来做弹力带侧跨步跳跃60秒，保持之前动作的姿势，然后侧跨步，之后呢我们跳起，跳起的时候记得呼气，跨步的时候吸气，记得跳起的时候臀部做一个收紧的动作，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臀部收紧有更好的效果，还能拉伸到前侧的肌肉群。坚持住，我知道你是最棒的。还有10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完成。接着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之前的动作吧。Looking at you, I can't
regard is my objection、oh, And it's not about my pride I need you on my skin just Come over, pull me in just Oh baby Why don't you just meet me in the middle I'm losing 是否感觉到你的臀部都在颤抖加油加油倒数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完成接着我们换另外一边加油继续哦加油马上进入倒计时准备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完成接着我们继续来做弹力带跨步跳跃跳起时记得收紧自己的屁股哦加油加油马上进入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这时候的你一定汗如雨下了好好调整一下呼吸休息三十秒接着迎接下一段挑战吧接着我们来做驴踢加侧抬腿这两个动作算一组一共做二十组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要塌腰撅屁股要更好地感受到我们的臀部在发力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最后一个一完成接着我们来做高频驴踢来持续轰炸我们的臀部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高频侧抬腿二十次大家准备好加油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
六五四三二一，下一个动作左右摆腿，左右两边算一组，一共做20组。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需要注意，在左右摆的时候脚尖不要触地，而是保持在空中，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臀部在发力。前面的三组动作做完，你会觉得臀部非常的酸胀，特别有感觉。十、十、九、九、八、八、七、七、六、六、五、五、四、四、三、三、二、二、一、一，完成。好了，下面我们接着换另一边去做了。准备，开始，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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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八，八，七，七，六，六，还有最后四，四，三，三，二，二，一。高频驴踢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们继续来高频侧抬腿20次。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大家不要休息，持续轰炸我们的臀部哦！左右摆腿20次，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十，十，十，九，八，七，六。五，加油，抬高我们的腿，不要偷懒啊。三，二，一，完成了。接着我们来做前后跪姿弓步30秒。先来做左腿，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一样还要注意保持膝盖在脚踝的正上方，不要膝超伸，然后步伐尽量跨大，让我们的腿部得到更好的伸展。还有就是保持我们的上半身背部挺直，注意收紧核心，身体不要左右摇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完成。我们再做另一边，记得我们的脚跨出去的时候是呼气，收回来的时候是吸气。记得保持收紧核心哦。倒数准备，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二一，继续弓步跳跃30秒。我知道做完刚才的动作，你的腿可能已经很酸了，但是不要休息，为了你的细腿加油，坚持住，这两个动作连贯在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加油加油，马上就要进入倒数时间了，10 9 8 7 6 5 4 3 2 1。我们接着来重复之前的动作，大家加油坚持下来啊。调整好你的呼吸，加油，马上要进入倒数时间了，10 9 8 7 6 5 4 3 2 1。好了，我们再换另外一边做30秒，马上就要胜利了，加油。收紧你的核心，调整好呼吸，马上进入倒计时，10 9 8 7 6 5 4 3 2 1。我们这套运动最后一个动作了，大家加油坚持，最后30秒。保持背部挺直，收紧核心，步伐尽量跨大，马上倒计时，10 9 8 7 6 5 4 3 2 1，完成。坚持下来的宝宝，大家都是最棒的。最后呢，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现在也正在执行我的新陈代谢减肥餐单，那么你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可以跟着我做这个臀腿的锻炼，但是在星期日的时候，我建议你不要做任何的训练，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假，做一个 SPA 或者是全身性的按摩，或者在家泡泡热水澡，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全身性的放松，然后在下一个星期才有动力跟我更好的执行新的餐单和锻炼。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大家记得给我点赞、投币、收藏，拜拜。